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 low 了啦。白痴哦、喔，有人十点半哎、欸。那你查了跟是不是查了不是一样吗？你不要管了啦。哦，你不要管了啦，你看你看的心情被影响了。哦好，你现在就知道十点半，原本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换我那个，换我那个。Time for a true display of skill. Watch and learn.No luck, all skill. 哎呦！不要不要在不要在那个游戏追求面子好了，那游戏有点忙。至少打完我要人入组吧。啊、你老婆帮你录吗？不是、啊，我跟我老婆是敌人呢、欸，我跟她竞争关系耶、欸。真的假的、啊？我晚上看她手机，看她手机断线，我还不帮她挂、欸。那你是在哭啊、喔？不行吧？行啊，他骂你吗？没有，开玩笑。他他自己根本没在挂、啊。啊，那你随便啊。你要打深渊啊？你打不了哎、欸。为什么我又打不了、啊？你真的打不了。你是最线打不了，还是我深渊打不了？你深渊打不了，最线我也打不了。来 gank 了。来。哎，他被 gank 了吧？怎么那么嚣张哎？没插眼呢、欸。这么好杀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上一把辅助就是该长这样啊。还敢跟我去了？他哪来的勇气、啊？建模，建模还推线。啊！炮城怎么他妈那么痛？你说派克有个冰川护甲是不是？对啊，是正常的吧？反正好像也不太。三 AD。哎、欸，小心塔利亚、啊！我都不知道他出什么哎、欸。二钱有点太多了。哎呀哎呀，好厉害了呀！我有神石，你没吃到？吃到。哎、欸，捡 TP， 开了。哎呦，靠！有加有如果加特、哦，我你们谁下来？这大王我自己，队友怎么没帮挡啊？你怎么会中、啊？哇，丢很准哎、欸！上路看起来很过瘾哎、欸！看那个墨家都下来两次，他当然过瘾了。对，他好像没有赢很多哎、欸，也没有赢很多。我加特啊，不是二大师啊，他不是下来两次吗？你就知道、啊，太迟了吧？三十点半那个吗？对啊，那很值得。哦，太扯了吧！我这头不给伊利，直接滚去死！塔利亚怎么从哪在这啊？我的说不定比较好。我老婆疯狂，我老婆疯狂。那我怎样？我老婆疯狂输出。伊利哦，伊利哦，伊利在右边，不要追了。哦。怕什么呢？哎、欸，伊利送哎、欸。我送一下小兵。自由。伊利没闪，伊利没闪。
凤，还有谁？要打吗？我先帮你切个视野。草丛没人。打吧打吧，我用偷的。我觉得可以打。你下去吧，下去。过来！哎，被暗杀了。我在看下面。够快吗？感觉要打人。他下不来、啊。感觉要打人。啊，直接。我 A 不到，我 A 不到。有人被拉进去了，关啊！我先把龙走。他把谁拉进去？派克。派克是怎么直接被拉进去啊？他小。我先走。这里可以过吗？我可以。出刀。对吧？哦，你是闪翻我哎！剩下这三个人三打三，你说会赢吧？看起来塞勒斯如果这个输了，不能二杀四，还有二杀四，派克派克。我感觉我是重点关照哦。哦呦，欸，他很会玩欸，很会玩欸，很强欸，他好像死了欸，再吹就没了。其实一定会大我啊，我一定会保你啊，听起来安心吗？不知道欸，我每波都死了。太多人了，保不住啊！画面很乱。刷，欸，一个，他怎么觉得要打赢我？他觉得你刚没破被他秒，看起来没什么威胁。他至少要带个劫吧？但是怎么又死啦？下面下面，哎呀！先点塔吧，先点塔。我先走啦。嗯，他应该没事。这还有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没有没有，他是要点，位置超差，位置超差，我死了，啊，被派克害死，然后派克开舵，那，啊，这边害克害，欸，他直接把那个东西打，对啊，输欸。他直接送我一个那个欸，大礼包。哎，刚刚有提人提到厨子吗？这边有个大礼包。好快！呜，哦！我，哦，操！他那个那个什么棒？哎呦！我在，我在暴血，欸！
Q 一个，知道。好像开起来了，这个没闪，这个没闪。没有，像一个塔利亚在那里，有兵吗？没兵。可以啊，够快。啊，阴险！哎，这个转轮转还打成这样啊？是谁在搞？我感觉我们前面超顺，不是吗？还好哎、欸，我因为派克跟你都超肥啊。我还好啊，我在下路最后那边才开始肥的。